彭老师好，大声说。彭老师你好。小动物们你们都来了。哈哈。可爱呀。哎、欸、啊，寿星呢？教练还没出来、啊。寿星。啊，那我找到教练睡觉了。我叫他。看吧，时间不对。我找到教练睡觉了。他起来了，他起来了。再一次，这么多天气想让他游泳，你要戴口罩。教练好，教练好。小蜂蜜，哦、大声。开始了。欸、蜂蜜那么大只了耶，没那么胖哦。对。顺便。哎、欸，是谁的衣服？我去看一下。是什么衣服？不知道。哦，上次日本的要中，来，赶快去教练跟。开始，我们开始来。那个马轩喜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大声一点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太多人，我在户外啊。S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好，跟教练说什么？教练祝你生日快乐。好。阿雪来跟教练说生日快乐。教练不好意思啊，把这两只带过来给你开心一下。很棒很棒。好，那去跟教练抱一个，快点过去，快点去跟教练抱一个，快点啊！来，会怕怕是不是？来，去跟教练抱一个，快点。接待姐妹一起。